哎，不可以！弟弟昨天工作到很晚，我们不可以常常睡觉，好不好？嗯，那我们要多睡一下 ，OK？ 好 ，Give me five。呀！弟弟，起床陪我玩。凯凯，我们不是说要找弟弟吗？ Good morning， 凯凯！你真的幼稚耶，吓到他了啦！哈哈哈哈哈！换你报仇，走！不要吧！不要报仇啦！啊！换你报仇了，攻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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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恐龙来了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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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